好，我们利用最后这个时间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 OneNote 上面的这个所谓测验类型啊，不然老师都一直录制就不聊了齁。我们来玩一下吧，这里，然后我先，老师这边可以先看，这里有好几种测验类型。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做所谓的练习题，也可以什么影片的测验题或者投票，有没有？甚至它还有比较特别，有涂鸦题耶。有涂鸦题齁，那我先来问问老师好的齁，来我们来看看这里。其实您进到我们这个 OneNote 之后呢，因为它前一段时间有改版齁，跟我们以前看的已经不一样了齁，跟上学期的不一样。你看进到这边之后有没有教师工具随机抽人，哇如果老师是用一般那个标准的账号登录的话，这边就可以直接这样抽啦，这样比较方便嘛齁。啊，如果哪一个表现不错，有没有直接做得很不错，哇很久没几点了嘛就是可以像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勾起来，这个不错，有没有，它就加进去。那你可以设定就抽过的要不要重复啦齁，比如说像预设有抽过的它就不会重复，就继续抽下去啊。这样通常有用这个同学上课比较不会想要睡觉反正老师有很多工具可以用，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式给老师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回到这边来齁，您可以进到这个测验题，我们先来看看比较标准的今天刚好是几月几号，今天5月6号，请问24节气是哪一个？立夏。哦，老师有概念，立夏。好，但是重点不是问今天，而是问说24节气到底是用阳历还是农历的？这个老师自己答，答看看，我们来看看到底老师平常有没有关注这种议题。好的，在老师已经回答差不多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发现我后面有个统计，老师的也可以点哦哈，你看哦，点统计测验类型统计进来之后，我们的第一题有没有？哦，有些人有回答了，有没有看到了？好，点下去就知道哦，每个人作答的次数，真的有人答两次哦。反正我们现在都用访客，不知道是谁吧？那如果你想要看，下面就有啦，下面可以看到哦。你这样哇，那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做表现，这是第一种方式哈。那么另外一种呢，我们来看一下喽。刚刚呢是属于练习，所以它可以直接检查答案。那像这种，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先玩这个涂鸦题好了，点这个，因为有些时候只有回答，事实上不见得知道它知道概念嘛。我题目已经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常知道有所谓的幽门跟喷门嘛，幽门杆菌的幽门，请问是出现在哪个位置？这个时候怎么办？用涂鸦工具，这里有没有发现这有笔，对不对？你就请同学自己怎么样去把它画出来，看看你的幽门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如果画完了，请按送出。送出，那我们这边就知道。好，那如果你画完，你也可以自己播放看看，他就知道他当初怎么画的。好，那当然画错了，你可以用这个橡皮再把它涂掉。好，你记得就是画完之后请按送出。那我们待会也一起来看看，看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 ？OK， 那我们老师作答的差不多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统计看看大家回答哦，在这里有三位没有关系，点进来有没有发现？像这位就有，反正一定会中嘛，两个都画。这样不行，可是你看如果我是这样看，是不是不知道它到底画在哪里？好，你可以点进来之后，你看右下角有没有涂鸦图片，这样有没有知道它画在哪里了？也就是说它外面显示的时候是没有的，但是你可以进来之后，如果你不太清楚说那个位置的，你可以再进来看，你看我可以播放，我就知道它当初它本来就画这样就好，为什么要多画这个呢？有没有，这样是不是比较活泼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啊？这位同学那伟大呢？好，有没有？好，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类型。那么另外呢，另外在这边还有什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影片题的，影片题可以像我看一下哈，这个
影片题。那么我们在 OneNote 里面可以做注解哈，所以在右手边我写说什么，就是影片题会从四分钟开始，然后呢，测验题目在4分40秒，好，4分40秒哈，所以因为我现在有稍微缩小一点点了哈，所以这个会那个来没关系，我先 play 一下，好，很久没有看这么可爱的节目了吧？这小朋友才会看的哈，那我现在把它快转一下。来，我把它快转到4分钟。好了。我想问，请问谁是这里最漂亮的人呢？好，我买这根吸管。有没有跳出题目来了？有没有？它就是不用碰到它，吸管就会动嘛。那这是什么力？摩擦力、静电、地心引力。就可以自己用看看，这样了解哈。那你可以决定说我要在这个影片面出几题，因为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很多教材说真的都网络上有很多影片可以做参考嘛，对不对？那您可以利用这个方法。那这种在 OneNote 的制作方法的话，其实它就是你只要看你决定好我的题目跟要出现的时间，就这样而已，哎，就这样而已。好，所以不见局限在只能一题，你可以多题都 OK。哎，那透过这些方式，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在上课过程里面不要只有老师在上面讲，同学在下面听，因为有时候真的是缺乏一些互动啊。所以你看我回到这边来，要老师用最愉快的心情来学，对不对？这样比较好玩嘛。你提供一些他比较有趣的方式，大家的互动，上课方式稍微改变一下，然后呢，这样彼此之间的交流比较多。大家会觉得说，哎，这样上课起来就比较轻松一点。OK， 那我们今天可能大致上到这边，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没有的话，老师呢，您如果回去有需要这些软体或我们这些教材，您就登录到 OneNote 里面就能够看了。好，谢谢大家，谢谢。